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已知直线哈是这一条，那么他问下列各点何者与这一点呢？它是异侧，哦，这不是同侧啊，这是异侧，哦，这里是异侧。哦，那这三点的话，分别是 A 哈，它是10啊，然后呢 B， 它是负21，啊 C 点的话哈是37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就直接把它带进去好了。哦，你不用画也可以啦，啊，你画一下也可以。这个Y 截距哈是等于负2。Y 截距是负二啦，啊，斜率的话是等于3，所以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你现在的话哈，这10大概在哪里呢？10的话哈，这个不太看得出来，不过因为它是3嘛，3的话呢，那这里是2的话哈，这里应该多少？除以3，这应该是2/3。哦，2/3嘛，哦，就是你这个2哈，2除以这个2/3哈，要等于说等于斜率嘛，斜率是3。哦，这也是2/3，那10的话呢，就在这里啦。哦，这10嘛，那他说12嘛，12的话一，那2的话呢，可能就跑到这边去了啊。哦，那看起来是异侧了，不过的话哈，你可以用带的，怎么带哈？我现在呢，把什么哈，把这个一二把它带进去看，带进去的话哈，这是 y 是2嘛，2，然后呢，那这个 x 带一嘛，这3-2嘛，这个得到，这等于一嘛，所以是2大1，你就带进去的话哈，它是呢 y 哈 ，y。大于等于呢，这个是大于那个3x 呢减2了，就是你一二带进去的话，满足这个不等式了，所以的话哈，所以的话是在这里，哦，你把 y 带无穷大的话在上面嘛，哦，没有错在上面嘛，那你把这10带进去的话哈是多少 ？y 等于0嘛，然后 x 等于1嘛。哦，就3，减2啊，没有错，3-2，啊，这啦，这等于1嘛，所以的话，它什么呢？它是小于啊，那小于的话就在底下嘛，就 y 小于呢3x 哈，减2嘛，哦，那 x 带无穷大 ，x 带无穷大的话就这一边嘛，所以在这一边。所以 A 点的话是在这一条直线的这一边啊，啊，这个是12哈，在什么，在这一条直线的上面，就在下面，所以呢，所以它是异侧的，哦，这两点它是异侧没有错。那我看这一点哈，这一点的话你把它带进去，带进去的话 y 是1嘛，然后 x 的话是负2嘛，所以是负6。减2，这是负8嘛？负8的话呢，它是大于嘛？大于要跟它同侧，也就跟这一点它是同侧，所以不对了。那这一点带进去的话呢 ，y 是7嘛？然后 x 的话是3得9嘛？9减2，这也是等于7啊，所以是相等。那代表呢，在这一条直线上面的，所以它也不是异侧，也不是同侧。所以呢，这一条直线上面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， 应该要选 A。